啊，经中讲信愿行呢，绝对不会动摇。啊，所以自己有100%的把握。啊，你们在世间走的是什么路？我走的是什么路？我们走的路不一样嘛。自心就是化他，自己做出这个榜样，让大众看了之后，他看一次两次不会觉悟，10次8次不会觉悟，啊，100次200次不会觉悟，看上1000次2000次。哎，可能他觉悟了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呢。其义自见就是，哎，你悟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天天做如是实现。一遍一遍重复啊，金刚般若会上，须菩提觉悟了，看出来了。须菩提看多久呢？我们要仔细去推算一下，世尊事先成道之后就讲经说法啊，先讲阿含12年，再讲方等8年，20年了，然后接着般若22年，《金刚经》是在般若中期讲的，由此可知，应该差不多是30年了。须菩提尊者天天跟释迦牟尼佛，30年才看出门道，这才赞叹稀有世尊的。啊，所以做事事先，你不要以为哦，别人一下就看出来了，哪有这回事情？须菩提还要看30年才看出门道，啊，才真正觉悟了。一看出来，一觉悟，入佛的境界了。不入佛的境界，看不出来。啊，30年天天听经，啊，天天修行，转恶为善，转凡为圣，转迷为悟，30年的功夫啊，才入佛之境。入佛境界啊，这是什么？真干的人，要不是真干的人呢，一辈子跟到佛都不会开悟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我们要学啊，既然不懂，就是我们的信愿行啊，既然不动无来去啊，啊，我们在世间一切时一切处为一切众生做出觉悟的事业啊，实现啊，我们的形象跟他们不一样啊，思想观念言语行为都不一样啊，世间人的思想自私自利啊，我们这个思想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
是吧？世间人多半都是干的损人利己，我们所做的是损己利他。啊，做给他看呢，也要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做49年呢、啊。活一天做一天，一定有人看出来呀、啊！啊，一生当中只要有一个人看出来就行了，这一个人就得法了。佛家叫法子啊。这个人就是传人呐、啊，佛法就不会灭。啊，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去做，这叫修行呐、啊。把我们所有一切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，通通修正过来。修正的标准就是经典，天天要读经，抓住这个标准啊！这个标准里面都是自信的流露啊！所以我们以什么为标准呢？以真如本性为标准，真如本性在经典里面。请看第四首，如来境界无边量，一切众生不能了，妙音演说遍十方，此善玄神所行处。长行里面跟诸位介绍过，善玄就是反复的意思，天天如是做，年年如是做，使一切众生见闻，天天在加深。啊，所谓是一门深入啊，常时熏修。才能成就啊！啊，由此可知，我们是凡夫，烦恼习气非常重啊。那么现在社会风气、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你不可能不堕落。如何保持自己不堕落呢？天天读经，天天听经，天天讲经，错误的行为自自然然就改正过来了。晨光别老居士所以能够往生，什么原因？他家里头人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老居士在生病的4年当中听经念佛没间断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天天听经说，道理清楚明白了。方法懂得了，境界清楚了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他成功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认真的听经，不认真的学习，不认真的念佛，
只是祈求往生，哪有这回道理啊？啊，所以你那个妄想会落空啊。陈光别老居士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这个偈颂里面第一句，如来境界无有量，一切众生不能了。啊，了是明了。啊，妙音言说遍十方，佛菩萨来做示现，为一切众生演说佛法。演是表演，做到。一切要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总的原则，总的方法，看破放下。我是不是真的看破了？看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明了。我对于宇宙人生是不是真的明了了？我对于佛法的修学是不是真的懂了？啊，真的明了，真的搞懂了，不叫你放下，你自然会放下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一切妄想，一切分别，一切执着，自然放下了。这一放下了，哈，你的果报就现前了。什么果报呢？大自在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解脱。无分法身呢，现前了。啊，无分法身是界定慧解脱，解脱之间。要不要学呢？不要学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学？他通通具足呢？因为是信的。啊，过去啊，因为你看不破。看不破，你有无明；放不下，你有烦恼。你有无明烦恼，障碍了自信呐。所以戒定慧好难修啊！现在你看破放下了，哎呀，原来戒定慧是现成的。啊，言语造作自自然然，它就符合戒律了。啊，无戒十善，比丘戒、菩萨戒，条条都圆满了。看破放下，你要是做不到啊，你学戒律很辛苦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常常劝导人从根本修，根本修就是看破放下。
啊，我学佛可以说运气很好。啊，一生呢都是遇到真善知识，我没有走冤枉路啊。啊，看破放下是我在26岁第一次亲近出家人张家大师，第一天告诉我的，他把佛法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、总枢纽传授给我了。啊，我这一生得他的受用啊！啊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自在随缘。啊，自己私生活自在，跟大众相处随缘。法喜充满呐！啊，我知恩呐！啊，怎样报佛恩呢？经论里面说得很好，只有弘法利身、续佛慧命，才是真正报佛恩、报父母恩。报老师恩啊，所以一生当中乐此不疲啊，越做越快乐啊，是妙音演说便是法啊，不是住在一个地方的，哪里有缘哪里去啊！昨天澳洲悟胜法师打电话给我，啊，问我什么时候到澳洲，我就告诉他澳洲的摄影棚做好了，我会去讲经。如果摄影棚做不好呢，我可能会常住香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香港那里有一个标准的摄影棚。啊，我们这部《华严经》最主要的。是要把录像带留下去，提供给后人做参考，提供给佛学院做教学。啊，我说我们有一定的住处啊，哪个地方有这个设备？哎，他要肯邀请我，我立刻就去了。啊，他听了之后，那我们赶紧做，赶紧做。我说好，你去赶紧做去。啊，你要不做，我到这来看看你，我不会在那地方住。啊，所以虽然净宗学院在那边建立，我不会在那里教书。啊，我也不会在那个地方做院长。啊，现在是刚刚开这个起建嘛，我挂这个名，啊，成就这个道场，我会去找一个校长，啊，那么现在我请这个悟林法师，这美国人，啊，悟通法师越南人，请他们两位做副院长，啊，副学院。筹建实际的工作，
啊，同学们在那边认真努力学习，将来学校建成之后，我们这一班同学都是学校里面的老师，负责教学啊，所以现在呢，一定要非常认真努力，充实自己的经教德行啊，学为人师啊。第五首，世尊光明无有尽，充遍法界不思议，说法教化度众生，此净相身所关键。清凉在这个地方有小注啊，世尊光明无有尽，这个无尽呢，大师是说常光，常光是什么？心愿得现呢？啊，世尊，普度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早成佛道。这个心愿永远没有中断。我们今天讲，一分一秒都不中断。这个是心光啊，愿光啊，啊，与心愿合合的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光明，《大势至圆通章》里面讲的十二光，还是举例无量无边的光明，随着心愿呢，啊，心光愿光之主啊，其余无量光是伴呐，主伴圆融，主伴不二啊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发心，要发愿，充遍法界，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能看出来，世尊度众生的愿绝不限于娑婆世界，要限于娑婆世界就不能充遍法界了。虽然他是娑婆世界的教主，但是他的心愿呢是净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过度无量众生呢，都在佛的心愿之中，佛没有舍弃他们呐。啊，说法教化度众生，那么我们要问，
释迦牟尼佛教不教化他方世界众生呢？肯定教化，但是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呢，不是以佛的身份，以菩萨的身份，以声闻的身份，就像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份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份。啊，他在娑婆世界现的是佛的身份，其他诸佛故土里头啊，那现身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释迦佛如是啊，我们再问问，哪一尊佛不如是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得到启示，我们的心量太小太小了，局限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小道场啊，在我这个道场讲经受法，我们欢喜；到别的道场讲上，我们就不高兴了。啊，那么四弘誓愿也改一改了，只度这个道场的众生，其他道场不度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仅限于居士林，仅限于净宗学会。啊，其他道场是那是例外。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佛家普度众生，天天挂在嘴皮上。不懂得普度的意思，普是没有分别，没有界限的，啊，没有国土的界限，没有族类的界限，也没有宗教的界限，啊，所有一切界限通通突破，才叫普啊。啊，不思议，显示智慧、愿力、善巧方便之宏深呐！啊，深广无尽呐！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！我们度了，不要以为哦，这是菩萨，是他们的事情，与我们不相干。那我们念他干什么？这些人众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都是诸佛如来的实现。教导我们的呀，跟我们有缘呐、啊。请看第六首：如来清净等虚空，无相无形便设法，而令众会迷不见，此佛光身善观察。啊，佛光主水神教导我们，要修清净心，特别是净宗法门。成无上道，到最后只有三门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到最后就变成三门了。这个三门是觉真经啊，
净土宗是属于净门呐、啊，修清净心呐、啊，清净愿、清净心呐、啊，心愿行呢，都要等虚空法界。那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无相不着相，啊，无形不分别，这四个字就是离执着、离分别，啊，不执着、不生、不分别。便十方啊，这才叫清净。啊，如果你有执着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就会生起自私自利，就会干损人利己的恶业了。啊，你要有分别呢，你的心就不平等了。平等心是真心呐、啊，平等心是佛心呐、啊。阿弥陀佛又名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。无量无形，啊，无相无形，遍十方是觉，迷了怎么能遍十方？啊，所以这一句，诸位仔细看，是不是清净平等觉？啊，而令众会迷不见。慧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贪体啊，众慧就是一切团体啊，最小的团体家庭啊，夫妇儿女组成的，最大的团体僧团啊，僧团比国家还大啊，为什么呢？国家它有界限啊，它有它的疆域，僧团没有疆域啊，僧团的心行都是尽虚空别法界啊，所以最大的团体是僧团啊，清净平等觉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不分别不执着没有妄想啊，以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
第七首，佛系修习修习大悲门，其心广遍等众生，是故如云现世间，此解脱门知足了。啊，这是知足诸水神他所修学的法门。啊，在这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，也是教导我们的。啊，他修的是大悲也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太多，天灾人祸天天都有，非常严重。啊，大悲悲是怜悯苦难众生，菩萨的悲心呐，广遍等众生，啊，真的是众生有感呢，菩萨就有应。啊，我们学佛，依教奉行，就是佛菩萨的化身。啊，佛菩萨的慈悲怎么落实呢？佛弟子落实啊，佛弟子如果不能奉行佛菩萨的教诲，那佛菩萨这些经教全都落空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佛的大慈大悲从什么地方表现？从我身上表现，我把它做出来，这叫佛弟子，这叫学佛。不论是在家出家，不能不知道这桩事情。啊，我跟其他宗教接触的很多，啊，我也曾经跟他们谈过，神爱世人，神在哪里？神怎么爱世人？这不是一句空话吗？啊，神爱世人要落实。怎么落实法呢？神的儿女要把神爱世人做出来。啊，天主教徒、基督徒、啊，犹太教徒，实际上他们三个是一家了，都是神的儿女啊。要把神爱世人做出来给世人看，这个是神爱世人活了。同样一个道理，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我们四众弟子要把它做出来，我们的心真诚，我们的心清净，我们的心平等，啊，我们的心聚而不迷，大慈大悲，啊，从心愿表现在我们的身体，表现在我们的言语，啊，这叫学佛。学菩萨啊，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今天讲大藏经。大藏经呢，我这个身体就是大藏经。
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一部圆满的大藏经。我求愿往生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肯定随心所愿呐、啊！啊，关键在我们是不是真干、真懂了、真明白了。真去干了，一丝毫的虚假都没有。所有一切作为只有一个目的，利益众生啊，宣扬佛法了，只有这一个目的啊，绝不是为自己啊。啊，是故如云现世间，现是世现，世现在这个世间，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，啊，为一切众生说法。如云这两个字好，如云是不着相，视线不着视线的相，弘法不着弘法的相，立身不着立身的相，这真正解脱了、啊、这才是知足的意思。下面第八首，设方所有诸国度，悉见如来作于座，朗然开悟大菩提，如是喜音之所入。前面两句就是遍虚空法界，啊，诸国度是诸佛的国度，经上常讲的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一个佛国度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标准的佛国度，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啊！一尊佛叫两个大千世界，三个大千世界，乃至于十个、百个、千个这都要看菩萨，这个佛在因地做菩萨时候他发的心愿。随其心愿而实现果报不相同。阿弥陀佛的心愿大了，他的极乐世界是遍虚空法界，没有极限的。如来没有身相，但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所以设方所有国度里头一切众生心里想见如来，如来就现象。朗然开悟大菩提啊，
啊，佛现象呢，为众生说法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转凡成圣呢，就是真大菩提啊，喜阴神教我们的。再看第九首，如来所行无挂碍，遍往十方一切刹，处处示现大神通，普现微光已能悟。我们也要学啊，佛的这个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尽虚空遍法界啊。我们今天做一个真正佛弟子，我们没有能力呀，尽虚空遍法界，至少要教化这个地球上众生。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哪里有缘，就到哪里去教化，一切不执着。啊，自在随缘呐。啊，有缘就在那个地方教化。缘尽了就离开啊，缘聚缘散啊，啊，佛法也是因缘生啊。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才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因为它是因缘生，决定不能执着，决定不能分别啊！我们在那个地方全心全力建立一个道场啊，缘尽了，道场是为这个地方大众建的，不是我的啊！所以我离开的时候，心里一丝毫牵挂都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懂得缘聚缘散，缘聚利益众生，缘散还是利益众生，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啊，我们真的得大自在啊，一丝毫的挂碍都没有啊。什么时候缘尽呢？你不喜欢我们在这住了，啊，你想要这个道场了，那道场送给你，啊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，哪个地方又有人请我们，我们到那里去，自在随缘，丝毫挂碍都没有，遍往十方一切刹。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，聚散都是教学啊。世间人聚的时候欢喜啊，散散的时候面红耳赤，个个不高兴呐。啊，如果这个地方还有财产的话，啊，有道场有财产的话，还要打官司啊。啊，菩萨没有挂碍，欢欢喜喜的来，欢欢喜喜的离开，叫世间人看啊，这样才如法啊，这才是真正佛法啊。如果还有丝毫增值，不要说行为了，心里头还有一念不高兴，错了，那不是佛法了啊！
处处示现大神通，这就叫大神通。啊，通是通达，理事通达，性相通达，因果通达，神是神奇莫测，不是凡夫之见呢所能够理解的。我们要在这里学习啊，幕后一首修习无边方便心，等众生界悉充满，神通妙应弥湛庭，猴身遍海似能如。善巧方便，是度众生、教化众生唯一的手段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。啊，什么叫便宜呢？最适合的方法就叫方便。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对某一类的众生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能力用不同的方法。你自己心里头有定慧，绝不会被境界所转。楞严经上说得好啊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用什么方法转境呢？方便。啊，修修是修学，习习是落实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学的智慧，在经典里面学的这些方法，学了之后，我们在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、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何用？啊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处所、对什么人用什么方法？那个人得利益了，不是用一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只能度一类人，不能普度一切众生。啊，你要想普度一切众生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方法，这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等众生皆悉充满呢，到底有多少呢？无量无边呢？等众生，哎，众生有多少，佛菩萨那个方便就有多少。他怎么会不契机？啊，契机者得度。道理在此地，这神通妙应弥湛庭呐！啊，佛菩萨的心愿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啊，一分一秒都不间断。佛菩萨度化众生的行持，啊，慈悲方便也没有停止过。这个话是真的。啊，功
福真正成就人，晚上睡觉做梦，度梦中众生。啊，在佛堂里面静坐，度定中众生。确确实实，他的工作没有间断呐，日夜都不间断呐。啊，见到一切人度人，见到一切畜生度畜生。啊，见到山河大地、树木丛林，度这些山神、水神、树神、花神、草神。我们凡夫，实在讲粗心大意呀。他怎么会懂得？他怎么会看出来？啊，看出这个修行人哦，倒很悠闲，在这个水边树下在那里打坐，他哪晓得人家在那度众生？啊，我们凡夫看不出来。那真正修行人呢，要从这些地方修啊。我们自己的道义，我们自己的智慧福德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哪有不圆满的道理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